1978年的春天，我们访问中央音乐学院负责人赵峰同志。赵峰同志，我们今天想请您谈谈音乐学院77年的招考新生情况。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的情况，从学校20多年的历史中间来说，可以说是空前的。第一是数量多，我们虽然原本只计划招100多个学生，全国报考的达到17000多人。第二是质量高，随便举一个例，上海医生家庭的女儿，10岁的孩子，他说报考的曲目是肖邦的在专业技巧上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曲目，所以能这样，我们认为在一级粉碎了四人帮之后，改革了高等教育的招考制度，才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，为国家选拔出更好更多的人才进入高等学校学习。现在在中央的关怀下，我们扩大了招生名额，比过原定的计划要招多招一倍以上。现在我们学校们已经开学了，非常欢迎大家能到我们学校去看看。这些小朋友都是1977年录取的新学员，来自祖国各地。我是杭州的。杭州的，爸爸妈妈做什么的？工人都是啊。都是工人啊。那自己喜欢音乐吗？喜欢，这是我自己业余爱好。业余爱好，那你平时下课以后怎么练琴呢？下课以后啊，就自己的作业做好，没事就练琴了。一天能够练多少时间琴啊？在小学嘛，一般是4-5个钟头，在那到了中学以后嘛，功课扎紧了。抓紧了以后嘛，我就一天就最多就1小时。啊，就1个小时了。哎，有时候呢就20小时。啊，20分钟。20分钟，时间短了。嗯。你呢？我在绍兴。哦，你在绍兴啊？嗯。你是爸爸妈妈做什么的？我爸爸妈妈都是社员。啊，都是社员呐、啊。那你自己怎么学音乐的呢？我自己从小就爱好。啊，也是爱好，与他们是一样的。你是哪里来的？四川人。四川人，你学什么？儿胡。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？爸爸是搞会计，妈妈是卖票的。我爸爸买的。你呢？我是广州来的。杭州来的。你爸爸做什么的？我爸爸是军人。你学什么呢？钢琴。钢琴。你呢？我是朝鲜族的。哦，你学什么的？我学小提琴的。我是广东来的，是学筝的。我是南京来的。我是陕西的。我是北京的。音乐学院录取的新生，根据年龄分成大学和附中两部分。我们这次着重访问音乐院的附中。在这里，我们高兴地看到钢琴学科的新生进行汇报表演的生动情景。今年，钢琴科录取了13名学员，年龄最大的15岁，最小的只有10岁。看来他们对这样的汇报并不感到紧张。现在新同学的汇报开始，先由拉塔伊嘎演奏。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鄂温克族的小姑娘，今年10岁，学琴只有1年多，但进步很快。她叫陈潇，11岁。他的演奏富有生气。
十岁的张左权，别看他的手短粗，但是手指弹性大，演奏有力度。小姑娘叫蔡宜敏，她的手比一般孩子的大，手指也很灵巧。肖邦的钢琴黑键练习曲要求的技巧难度较大，可是你听，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弹得这样熟练，人们不禁要问他是怎么学的，家人是否也从事音乐工作呢？他的父母都是医务人员，在四人帮横行时被污蔑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，就连子女学音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。蔡宜敏曾两次申请到少年宫学钢琴，都被拒于门外。为了女儿学音乐，家里省吃俭用为他创造学习条件。在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猖獗的日子里，要学点外国曲子，就不得不这样在琴上加一层绒布，减轻声音，关紧门窗，免得声音传出去招来横祸。障碍学习的大门打开了，人们终于可以放手弹了。我们可不能忘记，这样的自由真是来得不容易呀。十二岁的韦丹文演奏英国古典作曲家菲尔德的夜曲，他在表现抒情性质方面很不同于与他同年龄的儿童。王家十三岁，他的演奏热情充沛。
优美的提琴声把我们吸引到这儿来了。在练琴房里，我们认识了小提琴学科的几位新学员。他叫王峥嵘，十岁，正在给他上课的是学科主任。叫何红英，十岁，广东人，小小年龄远离家乡，能够专心学习，真不简单呢。看他拉得多么认真呢、啊。叫刘健，别看个子高，他才十三岁。他从四岁开始学琴，父母都不是搞音乐的，为了培养女儿，母亲陪着他一块儿学，一起练。在读书无用论思潮泛滥的日子里，谁家父母不为儿女的前途忧虑？如今招生制度改革，择优录取，女儿能够进到音乐学校学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择优录取，进一步调动了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。过去的成绩是靠勤奋取得的，今后要更加苦练，才能攀登艺术高峰。
岁的颜红，是个谦虚好学的姑娘。她生长在杭州西湖边，为了不影响邻居的休息，经常早晨四五点就跑到山上来练琴。他还爱好书法。画画也是他的一门特长。这是他十岁创作的美术作品，曾参加了全国青少年美术作品展览。他热爱劳动，热爱文化学习，从他上学开始，年年被评为优秀红小兵和三好学生。我们采访期间看到的新生汇报表演实在生动，我们选拍了几位小同学的节目，请观众一道欣赏。他叫于玲玲，十四岁，父母都是工人。这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刘月宁，一个叫林玲。他叫朱云，十岁，小钢琴手。他将为我们演奏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。这位小朋友叫吕思清，八岁，家在青岛，是这次破格录取的最小学员，看他学习文化还抓得挺紧呢。哦，弦儿对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
招生制度的改革，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。我们今天所拍摄的只是这次招生中一个小小的侧面，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很多含苞待放的春蕾。我们相信这些蓓蕾在辛勤的园丁精心培育下，必将为祖国的百花园开放出更美更鲜艳的花朵。